十一期间啊，我们又来到了大拇指广场附近啊。这边有个大屏啊，一个巨屏。哎，放礼花了，正好赶过来啊，在大拇指这个正南面啊，这个位置啊。咱就拍着吧，一边拍的，咱们就一边到放礼花的跟前去看看去啊。这个昨天啊，前天都放了礼花，今天已经是第三天吧，第四天了啊。这个大白帆是在大拇指东面的啊，这个大白帆，这是咱们交谊舞跳舞的地方啊，交谊舞舞场。在这个角度拍拍这个礼花挺好啊，大拇指的南面的礼花，在跟前看不一定好呢啊。看这边几个美女在跳什么呢？跳扇子舞的啊。大家都在拍照啊。太阳们从云雾中已经钻出来了啊！人们陆续的还在往大拇指里面进啊，大拇指广场里面走。哎呀，咱们把镜头啊，把这个礼花推近一点，看看这个景致啊。真是大手笔啊。据说啊，这礼花是咱们金鼎啊集团燃放的啊。全国各地游客是大饱眼福啊。看这礼花放的是没完没了啊。共和国走过了74年的光辉灿烂的旅程，这刚放完又燃起来了。那个旁边的车位，这个花朵有些是血金色的花瓣啊，非常漂亮。天女散花呀！漂亮！哦哟，这个高，呼啸的声音啊，飞向天空。非常高的啊，真是五彩缤纷啊。记得小的时候啊，这个看那个国庆礼花，就从那个新闻简报上看啊。咱到舞场来看看吧，这边放着礼花，这边跳的舞。
在另一个方向，又放弃了一发啊。太棒了，从那个角度，太壮观了啊！大拇指周边的人吧，咱现在是站在大拇指的底下啊，真是歌舞升平啊。看看这个大拇指下面周边啊，这些跳舞的人们，在这个小白杨金星广场那边啊，跳的藏舞好像是啊。啊，在东南方向啊，又燃起了礼花，但很小一点啊。什么舞蹈啊？洁白的哈达，应该是藏舞。是这个跳健身操的地方啊。这是小白杨艺术团啊，这个他们的演出现场，看看这边有一个女生独唱《绒花》，这边也是里三层外三层啊。哎呀，班长老师在录像呢，嗯，离近点吧，看演员。正好这个大拇指上面啊，正好顶了一个月亮。其实我要是稍微蹲一下的话，正好就顶上了。现在我们走到了大拇指的西面啊，又燃起了这个礼花。